话是好话，可惜匠气太重。我想一定是个风雅的客人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到我房里？潘成峰的。今天找你一定不是有关潘胜峰的事情，我一个。我想这句话你不少次。哼，就好。可惜我不会相信。喜鹊姑娘，你说我来此地的目的，你是放肆这种人。一下不懂得怜惜，说就说了，反正告诉一个人跟告诉一百个人是一样。好，我不妨洗耳恭听。喜鹊很快地把他跟杜霸说的全告讲，当然他也一五一十地转告给知府的杜康宁。这笔是这真令人出乎意料。潘振峰真是个好手，只可惜他立刻，否则一直合作下去将是十分愉快。现在最主要的是设法。怎么了？嘿，这种话过两天呢我就到你那儿去拿。好好好，好，是是是，好，爹。好，大人。有朋友在。是啊，孩儿正在跟贾先生谈生意。哦，少爷要跟小民买一批字画。好，你们谈一谈啊。好。好险，差点被爹给听到。知府大人公正廉明，绝不徇私。所以我说过，你我的事绝不可以让爹知道。好，你先回乱真斋，我去一趟衙门，等到我拿到剑之后就去找你。好，不打搅扎捕头，杜当家的要走了。我希望扎捕头能找路找到余亮，当然我也会配合。余亮实在不该来背叛我。如果杜当家的有余亮的消息，请即刻通知我。一定的，一定的，在下告知。不送。扎捕头，爹要我来跟你提几样东西。大人要些什么？潘振峰的遗物。爹呢对这件案子十分的关心，所以想亲自看一看，明日定当奉还。既然是大人的吩咐，卑职岂敢不从。少爷请稍等。潘振峰的遗物仅此一把剑，可以先碎银。好，那我先带走。希望少爷如期的归还。一定会。西长街乱真斋，把潘成峰的剑给我抢回来。是，不错，的确是这把剑。快打开看看。是来买画？不是，那大爷不买画是要人手给我剪。贾浩元，快追回来啊！
你摇头什么意思啊？真的，老总的意思，这件事最好是派扎天雄去处理。是应该找他来处理。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何该你惹上了我？捞了半天的圈子，总算到了我的手中。奇怪，怎么没有银票了？有了这价值连城的金刚钻，我又何必再哭银票呢？三姐，在。这一次你把事情办得很好，我怕知府大人的少爷会找上门呢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自然会应付的。吴三喜，嗯，我绝不会看错，此人经常跟着杜霸，一定是他。我明明看他，扎捕头，此人抢去的那柄剑，你还不去追回来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是的，我这次去一趟吉祥，你们赶快去找沈大侠，请他在吉祥杜霸的家里跟我碰头。是的。这不是黄冉那个喜鹊姑娘吗？沈大侠，沈大侠，冯捕头要你赶去杜霸呢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扎捕头，您是亲眼看到三喜自杀在你的面前，他怎么会是抢人家的东西？杜大侠，有人报案，在下职责所在，不能不来查一查。扎捕头，我看那个报案的人一定是有问题。杜当家的，可不可以？哎，请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你尽量收好了。得罪了。是是。是，我已经叫扎天雄去找杜霸，相信他此刻一定是不得安宁。怎么了？喜鹊走了。什么？我问过老鸨，喜鹊在半个时辰前自己花钱赎了身，然后去向不明。好狡猾的丫头！少爷，我会尽一切力量找到她。嗯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绝不容半途而废。我懂。我先回去，有事到府衙来找我。是。金刚钻的事，而且喜鹊的事情，定然和他有关。哼，我会去找他。扎捕头，让你失望。我已预知，也不会觉得太失望。那就好了。大雄，发生什么事？没什么事，咱们走吧。哦。三姐，立刻到扬州城找杨大嫂，说我这里有两颗金刚钻，看他能出多少价。是。要离开的时候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是。杜霸抢谭成峰那柄剑干什么？哼，更奇怪的是，康少爷一口咬定那是胡三喜所为，可是他明明已经死了。
大臣，让我来过滤一下。先是很单纯的玉清林盗《金刚钻》的案件，后来又扯出了余亮和杜霸，紧接着潘成峰去过乱真斋后，又毒发在无罪无规矩。到此为止，我们可以肯定，潘成峰就是玉清林。不错。可是他如何被毒死的？这令人一直猜不透。后来卷进了假装局，再加上康少爷对这件事挺关心的。大兄，我看这件事是越来越复杂了。千头万绪，不知如何处理。涛儿，我刚从知府大人那回来，在路上碰见了康少爷，他很想知道您是否从杜霸那儿要回潘成峰的剑。我，大兄，小兄有事，我觉得我们该去见见知府大人。卑职叩见大人，草民见过知府大人。好，好，天佑，他们说你要见本府，咱们也不是外人，不要拘谨客气，就在此见面。这位是草民沈顺义，是天兄的朋友。是的，沈兄在江湖，哎，江湖中人不足论道。天兄，你要见本府有事？卑职只是来告诉大人，潘成峰的剑被杜霸抢走，一时无法取回。本府大小案件都是你负责，本府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，你自己就看着办。只是大人叫少爷到卑职那儿把潘成峰的遗物提走，卑职等等等等，本府不曾叫您儿去提什么遗物。这不是大人的意思，本府没有这样做。那卑职可能听错了。天九，不要这么说，你是本府最信赖的部属，玉清亭之案你可要多费点心呢。卑职知道，卑职告退。草民告退。好。怀疑少爷了，我也不清楚啊。哎，都是提潘振峰那名剑者的货。哦，老小倒认为怀疑倒无所谓，只要少爷以后小心点，不要被他抓到把柄就可以了。嗯，我也这么想。哎，你把那些东西全部毁掉。少爷，就这么罢手了？不能不罢手啊。万一要是给他们查出来，你我都死罪难逃。听我的，快去办呐。是，我先回去，没事不要来找我。我知道。我去叮嘱少爷。你注意假风。好。爹，你出去了。哎，去办点事。咱们父子很久没有聊聊了。啊，爹公事忙嘛。也是公事忙才忽略了你。反正孩儿闲着没事，
常到京里去找个三朋两友聚一聚，日子倒也过得挺好的。我知道你这两年来常去京里，我从来不过问你干些什么。不过宁儿，你是我们康家的独子，唯一的香火，爹身为地方父母官，要以身作则，所以宁儿，你从小都很聪明，你应该懂得爹的意思。爹，孩儿一向安分守己，做的本分的事啊。那就好。好。沈某对你手中之物极感兴趣，是否能借来一看？如果我不借呢？贾先生不能不借。那你是要抢喽？逼不得已，我只有这么做了。是沈大哥。陈大哥，我没想到贾双菊的武功如此之高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想请您进天府的。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不想出面，而且你们的事我一清二楚。哎，对了，喜鹊姑娘没来找你？没有啊。喜鹊怎么了？杜霸的人要杀他，我阻止了这件事，而且我觉得其中大有文章，所以我才叫他来找你。他一直没来过。真的？是啊。那一定是出事了。你留在这，我去问问。走吧。怎么了？喜鹊已经自我赎身，离开百鸟院。我曾经看过他在上西关出现，那家宅主还有点印象，我们去找他。顾姑娘，张副总，你们怎么会在一块儿的？我一直在暗中注意你们，直到贾双绝从沈大哥手中脱逃之后，我才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沈秀，贾双绝怎么了？哎呀，事情一下全发生了，都把我搞乱了，我们快去乱真斋看看。你说他中了你的黑道？不错，如果他回来，地上一定有血迹。他会去那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你们跟我来。
为府改装，守在府城所有出入口，严密的防止假装杰出城。是，你们跟我走，去找其他的弟兄。是假装觉的话，我一定会远走高飞的。的确如此，但又怕他躲在城里再觅风头。如果他要躲，只有康少爷可以保不住他。那我们绝不能放弃监视他。我想扎熊进入府衙比较方便，何否？此事我来办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要去找喜鹊姑娘吗？是啊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喜鹊为何在这个节骨眼里自己赎身呢？你们去办好了，反正他跟杜霸总脱不了。对，他就是杨大少。哎，杜大家子，你看我杨大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的手，我的手，我杨大少会叫一声大手掌。我是因为一向出手大方，所以啊，干我这一行的什么珠宝商啊，他们都叫我杨大少。我信任三婶，我更相信他不会找错人。那就好，这位胡兄弟啊，在沿途上啊路上跟我讲了，他说你有两颗金刚钻要卖给我。不错，可不可以看看货？可以。好货，哎，好钻，要卖多少？你能出多少价钱？这个嘛，一万两也不嫌多啊。有那么高的价？那可不啊。哎，再说我啊，出门了现银也带的不多。再说这金刚钻嘛，百般难求。说实在的，在我到应天府之前呢，我还真不相信有货。怀疑我对你的诚心，做这种见不得人的生意嘛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杨大少，直话直说，直话直说，杜当家的，包涵，包涵，好，你看我们这个交易该怎么做？这个我在啊来之前了，我早有了盘算了。假如说这两个。什么金刚钻啊，要是真货的话啊，我啊就到月华轩去一下调点现银出来。月华轩？是啊，我啊跟月华轩有生意往来，调点现银出来小事一件。好，我等你。我就去咯。叮嘱他。是。一块去，我也顺便去府衙看看。阿斗，不，杨捕头。哎呀呀呀，你们啊，还是叫我阿斗啊，比较顺耳点。
你怎么会这个扮相？哎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我跟我那个在扬州城啦、做珠宝买卖的那个杨大手啊是兄弟。你们也知道啊，自从黄梅调的事情啊案子一了完之后，我也得了几天的假期。我喝口水吧，我也看出来我真是口渴的要命。我喝口水啊，对不起啊，我。哎，我也闲不住，说闲着也是闲着，所以我就到了扬州城啊去找我那兄弟啊。我那兄弟啊，哎呀，说巧也不巧，我到了那有个叫什么那个胡三省啊，是要跟我谈什么那个跟我那个兄弟谈什么那个金刚钻的买卖。嘿，而且当时啊我那个兄弟啊正好也不在，因为赶运那批珠宝啊进京去了，所以说、不在扬州。当时我一想到玉清姐一样的事，所以我就假冒我兄弟之名啊来到应天府啊，就这么回事了。当真是胡三省在找你？是啊，沈兄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胡三省手中有剑，但是没有用剑自刎，而用匕首，可见演戏。不错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见过杜霸吗？见过，哼，他还当真要拿那个金刚钻卖给我。金刚钻怎么会在他手中？我来找你们啊，就是希望你们能查出这个事。这件案子怎么会突然间来这么个突变？我在此地不能耽搁太久啊，我得先回杜霸家啊，其他事你们看着办好了啊。哎，沈兄，我看我们只有等他们交易的时候动手。好吧。这么说，我这个杨大手的面子还挺大的。刘万良，哎，金刚钻呢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当然，当然。走，三姐，站，动手。是。丈夫，你们干什么？抓什么鬼啊？有事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因为我，杨大手，那是我兄弟，我叫杨振宇。你别太吃惊，黄黄灰灰，疏而不漏，不该我碰上的事情，却给我误打误撞撞着了。杜霸，买卖赃物之罪，你可跑不掉了。不为你能把我拿住，别以为你块头比我大，我就治不了你。严，杜霸呢？没找到。我只找到这把剑，奇怪了。人上哪去了？在这儿。嘿嘿，我这个铁骨啊，也不是纸糊的，人赃俱获。来，交给你。多谢大老头。没错吧？没错，没错。毕东家为了这两颗钻，已经病倒了。如果小的带回去啊，他会不药而愈。啊，不对呀、啊。怎么了？哎。王掌柜，这色泽、这角度也有点不对呀、啊！哎，假钻！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说是假钻？啊？哎，这个不是我们月华轩所丢的那两颗钻呢？假钻！大兄。杜霸抢了半天，原来抢的是两颗假钻，难怪假双绝不去找杜霸，原来他早就知道了。土里面，这是假钻，那真钻会在什么地方？找不到。
这两颗真的金刚钻会在我的手中，等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的事离开应天。你走不了。真没想到会是你，这柄剑你认识吗？跟丑不比剑是杜霸教我，他已经招供我。我现在才潘春风故意喝下迷药，把金刚钻和银票藏在剑柄里，这样子谁也不会想到。赵捕头，我本来无意要拿这两颗金刚钻的，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他了，所以我趁潘春风喝醉酒的时候以假乱真。赵捕头，我真的是无心的。不管你是有心无心，总脱不了干系。没想到这真钻会在喜鹊姑娘身上。快回去吧，顺便叫你们周老板来办个手续。啊，多谢多谢赵捕头。沈兄，还多亏你碰到喜鹊姑娘，否则要找她的话还得费翻手脚。这百密总有一疏啊。嗯，玉蜻蜓案子结束之后，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搞不懂，这潘春风到底是怎么毒发而亡的？他最后去乱真斋，这得去问贾双绝了。少爷要我离开。嗯，我失职再三，只有你离开我才能安心。可是城门已关，我又受了伤，恐怕走不了。一定走得了，少爷另有他法。嗯，你过来。我刚才说过，我失职再三，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。为了我爹的声誉，为了我自己的将来，我只好狠下心来。贾双绝，你不要怪我。刀上有毒。虽然还有人杀你，可是我不会这么做。既然对我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把这刀出来，让你父子都不能做人。贾双绝，该这刀没要了他的命，反而害了我自己。要是爹知道了，一定不会原谅我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少爷，他想杀我灭口。你告诉他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年前，康烈带着潘春风找上我，潘春风盗取珠宝玉器，交给我分割盖住。我再由康烈带到金石出售。你说所得的款他占四成，我跟潘振峰各占三。那是你们为了金刚钻之事而闹翻了。潘振峰认为他占的风险最大，他也敢分得四成，我们分三成。康少爷
不同意。潘成峰想拆我，啊，康少爷怕他泄了底，啊，所以就叫我在茶中下毒。就是他去你店里的那一天。不错。难怪我猜不透他是怎么毒发而亡，原来他是喝了你的茶。这是种巨型的毒药，与酒加剧。我能一睹为快，我死而无憾，只是抗。你不能死，我需要你去指证他。不用指证，大人。怪事，那就是能呼风引雷的武林至高无上的武学，这究竟是什么奇门怪招呢？